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摄大乘论讲记》的第118页的这个本文。这里也讲到第一行下面有没有会觉得好像有二种意识。为什么会形成出这二种意识与母胎中怎样同时而转，是因为它连续不起来。就是说如果不谈阿赖耶识的话，大圣是不是谈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这是大圣的谈法，唯识学啊，大圣唯识学这样的谈法是不是非常的完整啊？但是如果是声闻圣呢，他并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当我们这辈子完毕之后，好像还有一个事在支持，这里是不是有个事？无名行事，有个事去投胎，有个事去投胎。只不过因为声闻，它是不是只有讲六根、六境、六事啊？它有没有第七、第八？没有，它不讲这个的，它并不讲这个啊。所以呢，这个事到底是意识的事？意识的这个事呢，还是五识身的事？这里也有事啊。这个生灭之后呢，就变成这里名色，是不是就开始六入？那这个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是两个事，有一个中有的事，然后再一个这边的事。因为我们说声闻它是不是比较重相，重相就会有切割的问题。就如同我们在世间法说，如果看世间是不是我们容易切成什么生灭的相嘛，对不对？以声闻来讲说，厌离生死，心入什么涅槃，这是不是从相来看好像是切割，生死归生死，涅槃归涅槃。只要是生死就不是涅槃，只要是涅槃是不是就不会生死啊？是不是会容易当作两件事情？所以呢，以声闻它是不是厌离生死，却是怎样心入涅槃？这是不是厌离啊？然后心入涅槃，这是不是从相来看就会有切割上的问题？那切割上的问题来讲的话，它是不够周全的。我们说我们生是生，我们如果没有学佛，是不是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啊？但是如果从佛法的因缘法，所以因缘法非常不容易，就是这样子，因为它必须透过慧眼的关照。那如果是菩萨怎么看？他要透过因缘来看呢？透过因缘是怎么看？是不是打破界限啊？生死即涅槃呢？为什么会生死？就是因为这种原生的力量太强烈了，生了没有不死的嘛。如何涅槃？灭后而不再生，是不是这个力量大的话，它不再生？其实这两者是不是应该是怎样？生死中有涅槃，涅槃中有生死，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到成佛呢，完全的平等，没有任何的不平等啊。而我们越是下面越不平等，我们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平等的事，这样理解吗？所以那个平等会是很重要的智慧。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啊？就从般若啊，缘起性空，空性就是在讲平等性，有没有？空是不是就是在否定单一不变跟什么主宰的特性？有单一不变主宰的特性呢，是不平等的。我们自以为是，是不是就会不平等啊？当我们放下自我的执着，才会平等。但是要放下，谈何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就必须透过生生世世的学习。所以呢，比较深细的来看待佛法，透过因缘法才是能够去看到真实的相。
也就是什么涅槃的相。所以我们说所谓涅槃的相，是不是就是平等平等之相啊？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平等平等之相。涅槃的当下为什么能够极静？因为平等才极静。哎，其实因为平等而极静哦，不平等是不是就无法极静啊？我们现在就很难极静，对不对？有很多的不平啊，着相就会不平嘛。那唯有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有机会达于平等啊？打破界限嘛。只看因缘，其实因缘都是充满了平等的什么特性。好，好，那么现在就是在讲说，这个事跟这个事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事，还是两个事，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都从相来看，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从相来看，这个是从什么？因缘来看嘛。因缘和合现出这一辈子的，当缘灭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坏了？坏的是这边上面的，之后它是不是又留下这个来流转到下面？所以这个叫做中有啊。在中有会不会起染污？会哦，因为它我们的中有，我们的第七意识就是专门最会染污的，自私的泉源啊。一旦自私就会染污，一旦自私我们就很难为别人着想。那学佛行菩萨道，是不是就是专门在对治我们的染污啊？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能够利他嘛，发心，透过发心利他当中来对治我们的什么染污的心哦。所以呢就会再去成长下一辈子的。所以呢透过唯识学，他非常清楚，其实就建立在阿赖耶识的基础上面来流转就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样懂吗？所以阿赖耶识是不是提供了结生相续啊？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到底它是根据的是种子式的，好，是种子吗？好，还是结果呢？它会有两个问题。好，好，所以呢，在我们的118页，有没有？好，说这看起来，如果这个中阴期，它会有生灭，之后投胎转世是不是还是会有生灭啊？我们现在的心是不是也不断的在生灭？好，也是不断的在生灭啊。好，那如果是在结生相续的那个上辈子的死到这辈子的生，会觉得到底是不是两种意识呢？好，那是因为只有从意识的角度来想，而不懂得阿赖耶识。如果从阿赖耶识，是不是就很简单，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哦。而且呢，从小圣的这个意识来想的时候，那么不管他是意识还是五识，总说他都有分别的特质，有没有？我们的六跟六识是不是都有分别的特质？尤其六识啊，六识是不是专门拿来分别的？好，好，那么这里就讲说，如果在结合的时候的这个事本身是有意识性，什么叫做有意识性？就是有分别的能力。那么这是没道理的，这样懂吗？也就是我们在投胎转世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意识性啊？没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剩下下面的七八两世嘛，七八两世唯有舍受，唯有无记哎，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记忆耶。有没有人有记忆啊？我怎样死亡，然后怎样去用我的中阴身去找下辈子的父母，然后找了父母之后，我投胎转世以后再怎样找出我的手脚，有没有人记得这些啊？没有啊。这样懂吗？只是我们透过画图我们来想象，哎，我们确实有要经过这个过程，只是我们都完全不知道的状态。所以并不是有意识性的，这样懂吗？所以说啊，它这样子的结合之事呢，是意识性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记忆，没有感觉，是不是完全没感觉？然后哎，我们常说糊里糊涂又生下来了，是不是？一生下来又哦哇哇坠地，又哭着来了，对不对？在母胎里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妈妈有感觉，妈妈会觉得哎，这是有生命的，它在成长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被生在我们
好，怀胎在里头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嘞，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感觉了？啊，所以这个是非意识性。所以下头呢，这个叫做非意识性。阿赖也是，它本身其实并没有意识性，因为所谓的意识性就是以分别为主，以分别为主。哈，好，所以呢，他说一染无故，有没有？实无断故，意识所缘不可得故，有三种特质，有三种特质哦。啊，也就是说，这个染污，啊，在第120页啊。啊，因为我们会原在这个莫那氏的心呢，啊，119页最后面有没有？第一个依然依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终有莫心，有没有？终有莫心其实就是那个，就是啊，莫那氏跟阿赖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中阴身的意识啊，因为它本身是染污的，所以会原生而起贪爱，它是不是染污的？啊，它本身是染污，所以呢，入母胎的时候会三世和合世，跟进啊，就说那个世去投胎染父精母血嘛，啊，三者和合之后呢，它就开始成长，那就会依着这种染污的意识而生。啊，所以我们说结生相续所依的事，必定是依染污而起，有没有？但是我们一般的意识却不然呢，啊。不一定是依染污，有时候也会依不染污，欸，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六识放在哪里？染污识还有不染污识上，第八阿赖也是不染污的，这样懂吗？所以我们也有机会是，啊，就是说也有不染污的状况，比方法界等流种是不是也有机会它比较不染污，但是，啊，当然种下去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所依的这个叫做一般的意识嘛，我们所熟悉的意识里头，这个叫染污识，这个叫做什么？不染污，这个叫不染污识。这个叫染污无知，以烦恼为体；不染污无知，以什么？劣慧为体，以劣慧为体。上次有写到哈，劣慧，自私自利的关系，因为第七意识只有看着第八意识，然后它的那个所缘啊，是一种劣慧，啊，就是说，一般意识它会依在染污，也会依在什么不染污，但是如果这里的话只有染污，而且我们的中阴啊，我们的中阴身来讲的话。是由不染是由染污带着不染污的跑，好，所以呢，第一个好，就讲到染污的问题。那如果是前六识呢，就不叫染污，而叫杂染。我们前六识叫做杂染，不叫染污，哦，一旦叫做染污，就是下面的问题，有染污跟不染污，这样懂吗？上面叫杂染，下面叫染污，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入胎和合事与意识有其不同。入胎的和合事，说实在应该是什么七八两事，去投胎之后才会长出，啊，在六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种子嘛？它是不是会长出我们的果报身来啊？果报身长完五识，啊，五根长了，长完之后，第六意识才会完整。到第六意识这些八识都具足的状况，是不是就可以出胎了？才开始触嘛，对不对？所以呢，透过名色，是不是就是在做六入的事情，在长六根六识，哦，然后触是什么？根净识，六根要完整才能够去圆六净，才会起六识。那起的六识是不是上面的？而是大圣论讲的下面就是阿赖耶识。如果有阿赖耶识，是不是就非常清楚啊？如果不是的话，小圣声闻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啊？那么它就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所依的就是因识，也就是什么种子识，
它会跑出一个种子是，会跑出一个种子是哈。没关系，这个等一下会讲到哈。我们先讲到这有三个特质了哈，一个就是染污的特质，第二个呢就是无间断，无间断的特质。第七意识有等无间缘，第七意识是不是都没有间断过啊？第七意识在维持我们的生命啊，能不能间断啊？它一间断我们就不呼吸了啊，不心跳了啊，怎么办？就死掉了，是不是就很容易死掉啊？所以我们只要第七意识在，为什么能够维持生命的现象，是不是就因为它等无间缘，它等无间，它没有间断过。就算我们睡觉无梦，就算我们入定去了，它是不是还是在支持着我们的生命啊，提供生命的现象。所以它是等无间断。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前六识，有时候意识也可以指前六识，也可以 指第六意识，总说呢都属于分别识。会不会断？会断哦。在唯识学里在那个八识规矩颂也讲嘛，上面是不横的，有没有？这里是省，这个是不是 不省啊？前五识比较没有分别的能力，所以如果八识规矩颂他把它切开来，前那个唯识三十颂是不是一起讲那下面呢横而省，这里省，这里是不是也是不省啊？第八意识从来没有意见的，前五识也没什么意见哦。有意见的是什么？是不是第六第七啊？所以叫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中缘啊，有没有？能够省都是在下种子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前五识是既不横又不省，第六意识是怎样省而不横，第七意识既横又省，第八意识怎样横而不省。所以它会不会间断？会间断。如果说它是意识的话，是不是会间断呢？其实是会间断的，那就不合乎生命的流转。那如果有阿赖也是，是不是就合乎了？它就可以结生相续嘛。好，如果是意识，就无法结生相续。所以是不是必须一定要有阿赖也是啊？好，再加上第三个，好说这个意识呢，所缘不可得，因为在过程当中，从中有。一直到我们投胎转世出生以后才开始有感觉死亡之前有感觉，死亡之后是不是就没感觉，到再生的时候才有感觉。我们的再生会定义在出胎才叫再生，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的再生是投胎转世的当下，是不是都再生啊？不过我们会有八九个月是根本没有感觉的，是舍受的状态嘛，是无记的状态，没有善恶。但是他当然他这里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含藏着有善恶无忌的种子啊？还是有，只不过他没有我们没有觉受，因为下面是不是只有舍受？七八两是只有舍受啊，上面我们才有苦受、乐受、喜受、忧受，有没有？还有舍受啊。好，所以呢，第三在120页有没有意识所缘不可得故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意识的所缘是明了可得，但是我们在母胎当中的和合事所缘的境是不是不可知的有没有人知道啊？没有，我们都从来不会去记得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妈妈肚子里面的那个现象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它是不可知的既然都是不可知，所以就不是缘尽明了的可得性的意识性，所以意识性指的就是可分别性啊。那意思也就是在讲说，这个结生相续不可能只有由意识来担当，是不是一定要有个阿赖也是？我们有意识的产生，是不是到我们有生之年才会有意识啊？如果我们这六根坏死了，意识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记忆。所以我们会断啊，我们的记忆是不是在我们的第六意识里面啊？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记得我上辈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记得去年的事啊？因为在同一辈子里头可以记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事，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是因为我们还在同一辈子，用同样的意识，同样的第六意识。当然，这个同样第六意识本身有没有变？会变哦，会不会变啊？假老的看法、想法不一样。啊，见共见共共贵气，随共随未记，对不对？这表示老化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意识已经对现在的事情，我们反而不容易去分辨。哦，一直记得都是过去的事情，一讲了马上又忘掉了，是不是？其实意识也在变，虽然我们同样 的第六意识，是不是？所以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嘛，无色声香味触法，无。啊，是不是这个无是不是就是在讲那个性空啊？为什么讲性空？因为它多变化，也因为性空，所以可变可化嘛，自然会变化，会老化啊。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说，以唯识家来看，那么其实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来让我们结生相续，所以非阿赖耶识不成啊，听懂吗？哦，所以前面等于是要讲意识的不对，不对，不是那个意识性，不是意识能够去担当这个结生相续的责任呐，这样理解吗？哦，好，那这个都还讲到一半哦，哦，回到118页有没有？因为有这三个特质，也就是我们结生相续的三个特质，就是染污，然后无间断，对不对？而且是不可知、不可得、不可得知什么那个所缘的境界，这样知道吧？哈，所以这个不是意识能够去担当的事情。好，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一就是前半段、后半段，啊。也就是我们这里写哈，如果是意识的话，它有一个叫做所依因识，或者是能依的果识了。后面半段其实就在讲能依的果识，前面叫做所依的因识，好，也就是所谓的种子啊，没关系，这里哈，因为这个后面这个会稍微难一点哈，所以在第118页第三行说，假设。合是就算说它就是意识来讲的话，那为此合是即是一切种子是吗？好，说实在呢，既然它是一个合是，是不是它也应该是一种种子是的关系啊？因为有种子是不是才能够长出我们这辈子的根身啊？我们长出这辈子的根身是果报呢。好，所以呢他说，哎，到底是就是叫做一切种是吗？啊，一切种子是吗？或者是依止此事所生啊，余意识呢是一切种是，也就是说是种子是之外的，种子是之外呢，其实是一种果是啊，除了因是之外就是果是。好，这个是在问这两个问题，如果是前面所讲的这种状况。哦，就算说它叫做意识，但是这个意识或许是在讲比较深的种子识。哦，所以呢，我们再回到120页哈，倒数第一行说，这个和是如果是一切种子识的话，那和是呢，即是大圣所说的阿赖耶识，其实就是阿赖耶识，只不过以小圣声闻来讲的话。他有没有阿赖耶识这样的名称啊？没有哦。哦，当然曾经出现过在《阿含经》说喜阿赖耶、乐阿赖耶、爱阿赖耶，但是那个都只是出现那么一点点而已。在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用六根、六识、六境来解释。啊，那因为根据前面这样子讲了半天呢，我们就会想象说哦，光是这个意识，说实在讲不通，会变成两种。啊，那。不然的话呢，就是更深的叫做种子识吧。哦，好，那么在第121页有没有？不过你不喜欢称它为阿赖耶，所以就以一名立为意识。
这个就是说啊，声闻它并不把它叫做种子识，还是把它叫做意识，只不过它是一种比较深细的意识。也就是说，是不是这里面应该要有种子啊？这应该是带着种子过来啊，然后再由种子去生出这些来嘛。好，那如果是这个来讲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就叫做阿赖耶啊？就是这里所称的阿赖耶，这样理解吗？这有点困难哦，光读这个真的要读过来读过去。如果不是这个，难道是这个吗？这样子，如果是这个，其实它就是阿赖耶。那如果是这个呢？依着果又不对了，所以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但是这个的话，就算它是种子是，只不过你不爱称它阿赖耶是叫做种子是，它是不是其实还是等于阿赖耶？哦，因为它其余的嘛，就是除了种子识以外，哈，在第118页第四行下面，哈，说这样子合合适是一切种子识吗？还是阿赖耶识之外的所生的余意识，有没有所生就是之外的了的一切是种一切种子识？哦，那如果是种子识的话呢？只是你不爱称它为种子啊，不爱称它为阿赖耶识，其实就等于阿赖耶识，只是声闻它根本就不称阿赖耶识，而直接就叫它意识，就直接叫意识而已。哦，所以第四行第五行就是在解释这个，说这个和合事是一切种子事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大圣所讲的阿赖耶识，只不过如以异名来立为什么意识。好，那这是就是所依的什么因识，因为因识是不是就是种子识啊？那另外一个呢，若能依止识是一切种子识，而且呢他所依的因识非一切种子识，能依果识是一切种子识，不应道理啊。好，就是说如果不是的话，或许声闻又会觉得我不是在讲这个，那不是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是下面这个啊？下面这个的话，如果依在果事上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还是得依在因事上才对啊。哦，那依在果事呢是不对的，是没有道理的。哦，所以在我们的第121页的解释里面呢，说依止和合事所生的叫做一切种事呢，是很可笑的。为什么？因为它能依果事，有没有？哦，因为就说这个因事。因识并不是，好，第三行有没有说因识不是一切种识，反而是能依的这个果识才把它称为一切种子识，那这是不是因果倒置啊？就不合乎道理了，不合乎道理。哦，当然这段很不容易看，哦，所以总说呢，最后的结果也因为要把，哦，就是是不是就是因识？如果是，这个因识是不是就是阿赖耶识啊？如果不是呢，是下面的果识，果识是不对的，不能道因为果。既然不是下面，是不是就是应该是上面的？那既然是上面，就是阿赖耶识，这样知道吗？哦，好，所以呢，在本文里面第118页，是故成就此和合事，非是意识啊。哦，这种去投胎转世的事不是意识，哦，非是意识嘛，它应该是什么？是阿赖耶识去投胎转世，对不对？哦，是阿赖耶识投胎转世，哦，但是呢意熟识是一切种子识啊，也是因为透过阿赖耶识之后是不是才会意熟啊？它会变异而熟嘛，从种子变成什么我们的果报体哦，那所以这个果报体是不是也是从一切种子识来啊？要有种是不是才有果啊？所以是不是唯识讲得清楚
如果在生命的流转，唯识讲得清楚，是因为它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不是专门行菩萨道？如何行菩萨道？就是要在流转的生命流当中来怎样行菩萨道嘛。所以以大乘佛法的菩萨道，会不会急于了脱生死啊？不急。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里头说，这样子的根基反而是利根基，哎，急于了脱生死反而是钝根基，因为自私啊，自私的成分没舍除嘛，只为了自己了生脱死，不管众生在生死流当中的苦。但是执是不是一样的？都是有了脱生死正涅槃的那个本质，只不过它的量小还是大，是量的差别啊，值上是没差别啊。所以呢，是透过阿赖耶识来结生相续的意思，这样理解吗？啊，最起码知道结生相续它的来源是阿赖耶识啊，而不是只有意识。哦，在小圣来讲，声闻圣，因为他没有阿赖耶识啊，所以他只能用意识，啊，只能用意识呢，我们就要回头说啊，他这个意识指的应该是因识、种子识，只不过他不要称，啊，如果是这个之外的识，就变成果识，一旦是果识呢，就导因为果也不对，啊，所以还是由种子识来，才能够生出我们这辈子的果报体，啊。好，那第二，这是第一个结生相续，透过阿赖耶识才会获得我们的苦果嘛，对不对？我们一旦获得这个果报身，本身是不是就是苦果啊？为什么？因为无常，有生必有死嘛，有生必有死啊。好，那在生死当中，是不是就是执受根生啊？所以第121页，第二个就是要执受根生。啊，执受根生呢，也是由阿赖耶识来执受根生的意思。啊，所以复次结生相续矣啊，前面讲的是不是就是结生相续？啊，如果我们离了一熟识，那执受色身呢，那么亦不可得啊。好，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是由阿赖耶识来执受根生。而且这里都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阿陀那识。那么一切种子识是不是又可以称为阿陀那识啊？阿陀那识，一切种识啊，不断的在植受我们的根身啊，来让我们能够怎样保持生命的现象，是不是透过阿赖耶识，又叫做阿陀那识，来植受根身。那其余诸事来讲的话呢，因为个别依故啊，不兼助故，是诸色根呢不应离世啊。其余诸事是不是就是前六事啊？就是六根六事啊。啊，六根六事它是不是个别依故？眼事是不是依在眼根？耳是依在什么？啊，耳根。鼻是依在鼻根，舌是依在舌根。啊，身根依在什么？身是依在身根嘛？那意识呢，也依在意根上头。它是不是个别啊？啊，并且呢，它不坚固。为什么不坚固？因为它不恒。它是不是会休息啊？它会停顿。休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休息状态？但是休克不一定是死亡啊。哦，所谓的休克是不是它还是保持心跳、呼吸、循环？哦，所以我们说，哎，弥留跟休克的差别就是什么？所谓休克就是它还活过来了，是不是醒过来了？如果是弥留，是不是就是死亡了？它活不过来，那我们就说最后这一段叫做弥留期。如果它还能够苏醒回来，说哦，它的那个眼睛又张开了，哦，开始有感觉，它会。呻吟会觉得痛，那个是不是就是他那段时间叫做休克？所以我们说休克跟弥留，他的那个受上只有舍受，没有感觉，对当事人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他三天三夜对他来讲是不是也是一刹那间而已啊？其实他只是一刹那而已哦，
是因为他唯有舍受，但是对我们身边的人就度日如年了，是不是非常紧张啊？随时都在去看他的什么心电图，什么什么很多的仪器，是不是一直在监视着？生怕他就这样子走了嘛？这样理解哈？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支持更生，是不是还是透过阿赖耶识来支持更生呢？因为他可以提供啊，因为他这里包括了第七意识的这个莫那识。好，在摄大圣论，他直接就用摄就是用阿赖耶识，他是不是在直持根深呢？那阿赖耶识他是坚固的，因为他恒，他没有从来没有休息过，没有停顿过。啊，有生之年没停顿，死亡之后有没有停顿？也没有停顿哦，他还是继续去结生下一辈子的生命。啊。所以呢，是诸色根呢不应离世啊，好，所以这些诸事来讲的话，就说这些我们的根深的事来讲的话，它的重要的来源是来自于阿赖耶识，不是只有意识而已。意识是不是有所间断啊？而且不坚固、不坚住啊，所以并非由意识来提供啊，而是由什么阿赖耶识哦。所以呢。好，在第122页最后面这里也讲到哈，这个必有执受的事呢，既不是转世，那就是非承认阿赖耶识的存在不可，有没有？所谓的转世哈，比较在前六世上面叫做转世。那其实呢，这个关键是在哪里？阿赖耶识，其实是在阿赖耶识来直持根深。那尤其在直持根深上面又有一个名称叫做阿陀那识，阿陀那识，是由种子识来直持根深。所以呢，阿赖也是提供了结生相续，造成所谓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对不对？之外就是有生之年，是不是也在直持我们的根深？支持着我们的根深。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事与名色互依，事与名色应该是互依的啊。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它就会不成这样子。好，所以呢，在本文说若离一熟识，一熟识是不是就是阿赖耶识啊？其实就是阿赖耶识啊。为什么要用意熟识呢？因为意熟识在复起生死的问题啊。我们用意熟呢，跟生死是有关系的。我们用阿陀那识呢，跟种子识直持根深啊，直持根深。那如果用意熟识，其实它都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本身是不是有很多的名称啊？其他有很多的名称，一旦讲到意熟，它就跟生死有关。为什么要用意熟识呢？因为讲到事与名色之间，所以呢，这里也是讲到说事与名色，这里有个事，这里的名，这个合起来其实也是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叫做什么名？这里是不是有个色？物质。我们现在的色根，因为我们具有色根，那我们的色根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父精母血的物质体来的，来长出我们的色根。也因为我们有色根，是不是才有受想行识啊？所以这个名本身是不是就是包括了受想行识？于是呢，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又有一个识，这边也有一个识，就有刚才的这个问题，到底它到底是同一个识还是不同一个识？如果是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有阿赖耶识，是不是都是从这里长出来的？就算是受想行识的识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整个识，局部的识，
这是比较指的是局部的事，来长出所有的一切事啊。但是这个的话，就要到底是这个跟这个到底一样不一样的事，就会发生问题。表示如果我们只用意识的话，就会有这些问题，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身的部分嘛，它只能说是意识啊。哦，这个，因为他这里也有事，那里也有事，就会哎，到底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说实在，既不是同一个，也不是不同一个，对吧？因为它是变化出来的。那如果用唯识学，是不是？因为它就是因缘变化出来的嘛，是不是都是因缘变化出来？哦，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相互怎样，也是相互依存的啦。它是不是也是相互依存？只不过这个事会不断的变，因为在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剩下七八？但是也不是只有七八哦，它这里面是不是含藏着前面六世下来的种子啊？只不过它萎缩了，哎，因为根深坏了嘛，没有前六世了，但是它还是含藏在这里面哦，然后才能够去提供我下一辈子的，啊，等到下辈子出现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八世又有了？所以唯识学哈，真的讲的比较周全。好，这是第三个，先这样看就可以了哈，因为要一个字一个字去对照，真的非常困难。好，那第四个叫做事实不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会事实不成；如果有阿赖耶识，其实阿赖耶识就是在提供事实。好，那什么叫事实呢？这也就讲有事实，对吧？啊，解释里面哈，食有四种，断食，三餐吃的饭叫做断食，对吧？我们一天三餐，是不是一段一段来？吃了之后饱了，饱了又饿了，饿了又吃，啊，吃完吃饱了是不是又饿？饿了又吃，它是一段一段来，所以叫做断食。断食这个都属于粗的食，粗食啊。为什么粗？因为看到现象了嘛，我们是不是透过现象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啊？这是断食。还有触食，触食就是属于这个，像那个推拿按摩也是一种触食啊，乃至于父母对儿女的拥抱也是一种触食啊，因为那也是一种安慰啊。孩子非常沮丧的状况，那父母去拥抱他，去鼓励他，是不是也会让他哎？那个什么活力又起来了，那叫触食。还有呢，思食，思食就是像望梅止渴之类的，对吧？啊，虽然这个时候没有衔一颗酸梅在里面，但是我们想到酸梅是不是哦，有点唾液的分泌啊？思食啊，最深的就叫事实，事实就是七八两事还在的时候提供的事实。前面三个都可以没有，生命依然存在。比方入定的时候，入定的时候也可以一两个月不吃不睡啊，那个，但是他的那个因为事实还在，所以他不会死亡，他不会死亡的，是因为他依着事实而住啊。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其实事实也不成啊，因为所谓的事实就来自于什么阿赖耶识。哦，好，所以这个本文说若离一熟识，也就是阿赖耶识，哦，因为它跟生死还是有关系的，哦，已经生出了有情众生来讲的话，那么事实是透过事实是不是来滋养我们有情众生的有生之年啊？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没有一熟识的话呢，那就没有事实了，所以叫做事实不成，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六世当中随取一事啊，如果只是前六世眼耳鼻舌身意拿来讲的话呢，在三界当中啊，以身的友情能够把它当作实事呢，是不可得故啊。其他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事呢，是无法当作事实。嗯，最多可以当什么思实，有没有？第六意识是不是可以当思实啊？哦，比方有一个人垂垂老矣，不是
垂垂老矣，还算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一个人即将临终，但是呢，他等待从美国回来的儿子，他有一种期待，他就会延续，但是这种延续是不是还是有限的延续啊？他不可能永远的延续啊，那个是事实哦。那是不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他的一个期待，他等待他的儿子回来，然后眼睛才敢玩 K， 对不对？那是不是事实啊？那还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那个事实来，就说他的提供的生命的那个力量还是有限的。唯有用什么？欧拉也是提供无尽的生命泉源。好，所以如果离了一熟识或者欧拉也是来讲的话呢，那是不成的。这样理解吧，哈。所以我们的事实是不是来自于欧拉也是啊？好，好，所以在第124页就讲到诸转世以外，这个诸转世指的是六世前六世啊，啊，那么必有一类啊，它是属于不义的。什么叫不义呢？就是不会随便的变异啊，它的持久性比较长，所以呢，它恒时相续，而且它还要遍于三界，并且它还要能够支持生命的一熟识在。所以所谓的一熟识阿赖耶识呢，它具有这几个特质，哦，就是它不变异了，恒时相续，并且遍于三界，哦，遍于三界哦，支持生命，哦，提供什么生命的泉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意识能不能这样啊？前六世啊来说的话呢，那么到了初禅只剩下什么？当然意识还在，第六意识还在，却是那个什么眼耳身三二地居，有没有？鼻舌是先没有了。我们的鼻舌是啊是最脆弱的，最容易消失作用，只剩下眼耳鼻啊，眼耳身三二地居，有没有？第二地是不是就是初禅啊？到二禅三禅四禅只有意识，只有第六意识，前五识都没有了。到了无色界天，到无色界来讲的话呢，连第六意识都没有太多的作用，只剩下七八两识直持在那里。到色界天很定哦，因为我们只要有意识的存在呢，都我们的意识存在之，我们的第六意识存在之外，就是我们的五识是不是一直往外奔放啊，就会散乱。我们要禅修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把这五识都要能够收摄进来啊，来让我们的第六意识单纯化。哦，但是我们的那个意识是提供我们慧学的来源，所以呢，佛陀并不鼓励我们往无色去，啊，无色界去啊，最多就是到四禅，有没有？舍念清净地，啊，舍念清净地呢是慧啊，那个第六意识最强的时候，啊，再上去呢又弱了，又开始弱了，啊，所以呢，这个属于意识，意识也可以说是前六识，也可以讲第六意识。哦，那总说呢，意识它有什么分别的能力，也因为善于分别，所以我们容易散乱。除非我们要有能力去收摄起来，是不是修定，哦，才能够修定嘛。那属于下面的这两个意识，哦，阿赖也是来讲的话呢，它是恒常不变异的，哦，比较恒常不变异，而且它可以骗三界，可以骗三界。像前五世就没办法骗三界，它只有骗到哪里啊？二禅，到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哦，那第六意识呢，再往上呢，它又变弱了，所以它并不骗三界。哦，并且呢，我们说前六世能不能支持生命啊？没办法，因为它会暂时休息，它是可以请假的。我们的那个欧赖也是不能请假的，从来不请假，都是全勤的。这个欧赖也是没有休息过的，
这样能理解吗？哦，所以呢，要能够支持生命的存在，就必须要有不变异性，而且要恒时相续性，还要遍三界，因为我们凡夫是不是还是在这三界之内啊？哦，而且还要有支持生命的能力啊！哦，好，所以这以上是属于什么？非等影地，这样理解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欲界啊，欲界，欲界叫做非等影地。那等影地呢，就是色界跟什么无色界啊，就是色界跟无色界。好，好，所以我们再回到118页，有没有？等影倒数第三行下面，等影地就是上二界，有没有看到？非等影地是不是就是欲界？就是欲界。哦，好，那么再回到124页哈，约等影地来解释，啊，来理解，那么他也是会有结生的心，也是会结生。哦，而且他还是有染善心，哦，他也有出世心，但是这些都会来自于什么一熟识，或者叫做阿赖耶识。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成。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